我怎么丢到小鸟分？哦，好，再一次。这样黑黑的不可以丢啦。好，丢。嘿，不是丢上。嘿，耶、yeah ！赢十分。我丢到十分。换你。嗯。我，你丢换你啦，你丢到我了。好，换你分，丢上。耶、yeah ，这样太危险，我又丢到了。一，卢太渊，一六零分。对呀、啊，耶、yeah ，换我了，嗯。你要说点名啊！你要点名。点名两百分。你要点名啊！你要等一下叫我。吴欣逸同学，换你丢了，要点名，可以丢到吗？我可以幼儿园。我还没有丢到。还要再来一遍。在我的屁股后面。好。好。我。哇，你赶快来看这是多少分？我看哦，嘿，两个一个一个零哎，这叫一一零哦，一一零哎，从这里面当零一一哦，一百一十分，对，好，换你了，换我也要丢一百一十分吗？你要丢九十分。好。要对你看看有没有九十分。好，我要丢两百分。喂。对，丢到这个十分了耶、yeah ！红色的十分耶。就是你旁边有九十分。对呀、啊，我赢了。那你要丢到这个九十分。好。知道了没？嗯、啊，来，吴欣逸同学，啊，不要丢我的手。哇，又没有丢到。哦，这是几分？嗯，这是120分。嘿，夹到我的头。好，换我丢。换我了。嗯。我教你哦。我已经换你丢了。白袍大同学。嗯。你丢青跟你。这个青跟你。七跟零，好。你要丢这边，不行丢到外面。好。知道了没？可是啊。我。我。你会玩夹娃娃机吗？会。真的吗？你要夹给小叔看耶。我夹起来很多。好，我要丢了。好。丢上面。嘿，耶、yeah ！我下面有极限。九十分。